这个话题也是很敏感的，因为好多患者呢来就医的时候就反复的强调，医生，我能在我的皮肤里面会挤出好多那种白色的东西，这是不是大量的螨虫？而且就觉得我自己面部的螨虫特别特别多，而且在一些美容机构呢也以这个话题作为一些开发的点，比如他要给患者去除螨，定期的除螨，而且每次除螨呢价钱也很贵。可是这个呢，给大家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，它不是我们说的螨虫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我们的皮肤的皮脂。往往痤疮的患者呀，都是有大量的出油，皮脂的溢出，毛孔的粗大。那在这个粗糙的毛孔里面呢，就会有皮脂，还有我们的毛囊的角质细胞、脱落的角质细胞过度的角化，共同形成了这个里面的这种白色的物质。那有的人有黑头是什么？那黑头呢，就是它的。外面是有一个色素，黑色素的沉着，所以说我们当有的时候会挤那个黑头的时候，前面顶出那个黑色的那个角栓，下面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皮脂，所以说这个误会就解除了，它不是螨虫，就是我们痤疮的患者，皮肤油性皮肤的人，他有毛囊的过度的角化形成的早期的那个粉刺，那这个粉刺呢以后会发炎变成红疙瘩，变成那种毛囊的炎症或者是那种囊肿，这就是那个物质的主要的东西。